日前，王力宏晒出一组与方文山、霍建华的合照，照片中他身穿灰色外套，头戴棒球帽，吸起了茂密的胡子，形象大变。有网友直呼，王力宏满脸的大胡子是怎么回事？为了做新专辑，做成了山顶洞人吗？而一旁的霍建华笑起来显得有几分憨厚。据悉，每次王力宏沉迷创作，就进入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，不洗澡，不换衣服，不吃饭，不收拾，不刮胡子。本以为他结婚之后会好点，没想到还是那么自我。方文山是周杰伦御用的填词人，今年2月过年之前，方文山的工作室启用，周杰伦第一时间带着妻子昆凌跟妈妈叶惠美到工作室举行聚会，同场的还有歌手柯有伦等人。没想到方文山不但跟周杰伦关系好，他与另一天王王力宏也来往密切，而且向来在演员领域发展的霍建华也现身方文山工作室，他是不是打算回到乐坛当歌手？